太医，快看皇后怎么了！给我，皇后，陛下，朕在呢。我们的孩子不会有事吧？ 刚刚梦到有人刺我的肚子，突然腹痛，一定是有人想害我，害我们的孩子。陛下，你一定要好好保护我，保护我们的孩子。这是朕跟皇后的龙子，自会吉人天相，啊！皇后怎么会突然如此？可是中了什么毒？ 启禀皇帝，皇后殿下并无任何中毒症状。微臣们为皇后殿下诊脉，皇后殿下脉象内热盛脉道扩张，热盛邪浊，气盛血涌，故而脉象大起大落，竟鲜有滑胎之象。啊！皇后殿下先前胎象就不稳，此番梦中受惊吓，生了邪气。 微臣们为皇后殿下行着安抚，如今龙胎已安然无恙，但日后皇后殿下必得静养，不得再有劳心之事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皇后听见了吧？嗯，没事的啊。你们先下去吧，有劳太医们了。微臣告退。臣告退。 来，皇后，皇后起来，朕来为你喝汤。